我们搬过来三年，但是我们开了十几年。哦，搬过来就是很，所以我骑车过来的啦。啊，可是骑到很远的地方就停，然后再走过来这样。无五分真久啦，真正无五分的，嘿。最有音的，嘿，最有音的。啊，音较大呀。我这大概走五十公分，加五十公分。较早捌啦，较早无遮济啦。有，较无遮用啦。风台，啊风台，但是咱有时间通做啊，嘿啊，啊这无法度啊。啊风台有音加安尼无？诶，较无就是啦，三十公分。哦，真侪较早较悬了滴。十五年前有啦，捌。超几点开始音诶？会使超八点二十。啊，音偌久？一大一条半个钟头吧。今天早清晨开始突然下的大雨，从五点到八点下了137公里，最大的时雨量有50.7。那这一个因为这个的强降雨，所以造成我们五仁溪这一边的溪水的宣泄不及，所以有越过来到马路而造成淹水以及泥沙的这个部分。那市政府在一早的时候，因为下大雨，我们就及时启动了机制。那我们在9点也同时通知了整个的防水的灾防中心二级开设，然后所有的单位以及各相关权责的部分也都一同进驻，包括军方的部分也同时进驻。